你看不到吗？对不起啊，撞到你了。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啊。你看新闻了吗？有个女的为了取悦老公做出这种事。天哪，还失踪了。谢谢啊。你一个人住吗？不，我和我老公一起，他天天加班也没空陪我。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怎么了千叶？我好像扭到脚了。要紧吗？没事儿。你这样就别着急走了，等我老公回来我让他送你好吗？不用麻烦了。你是因为帮我送我回家才摔倒的，怎么会麻烦呢？别推脱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好吧，可以借用一下你家洗手间吗？嗯，千叶，可以借下你电话吗？我手机没电了。他不是看不见吗？怎么会用这个呢？为什么照片上的人和他不一样呢？老公，你回来啦。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啊。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。你这样就别着急走了，等我老公回来我让他送你好吗？他不是看不见吗？怎么会用这个呢？老公，你回来啦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想说什么快点说。你别回来。他们是谁？你不是说已经厌倦我了吗？这两个你喜欢哪个？你这都疯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要报警。不行，快醒醒。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看不见。果然在装瞎，我原来是看不见，后来又好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爱他呀，我为了他跟家人朋友闹翻，连工作都丢了，我还为了他去整容，把眼睛都弄伤了。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，可是他呢？他一去厌倦了，就想抛开我。他厌倦只是现在疯狂了，你还不懂吗？我疯狂？你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。你觉得这是他想要的吗？你只是一厢情愿做自我感动的事情，你真是太可怜了。我可怜吗？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听说那女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了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你有多爱我呀？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过于卑微和盲目，只会导致爱情变成一段危险关系。